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光临，今天的音乐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艺术总监李慧玲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钢琴伴奏陆雅萍老师，以及年轻的钢琴家 Can 先生。现在我们欢迎刚刚这几位到台上来，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朵要送给他们，谢谢 Can。 我们请李老师讲几句话。我原来说好我今天节目很长，我说我没有时间说话。OK, anyway, 就是感恩节到了，我心里特别有一个感受，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走到今天，其实我们 very blessing, you know, 我们有父母养育之恩，今天有朋友相遇之恩，就谢谢今天你们到来。我在尤其今天天气不好 ，OK, 那这好歌者是创立四年以来有很多相知相爱的朋友，我们就是努力一直在学习，我们非常希望有你们的参与。当然最重要，我觉得人在一生里面就是有神的恩赐，他带领我们，照耀我们，让我们的人性用真挚的情感，有感动的，就是自己心里能够更善良，才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创造每一个更美好的音符。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记得神的恩典，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朋友的相遇之情，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孙子们，因为他们的成长也许给我们很多 headache, 也就是人的生命里面不管什么样的关系里面，只要我们记得真诚善良美好，这个就是好歌者这最大的心愿。而且就是我们想用音乐来缔造自己灵性的一个方式，谢谢大家。OK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下雨还来捧场，非常谢谢大家。希望下一次音乐会见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说 ，See you next year。